猜了两个这一把，我就不问你要飞机了，是吧？我就不跟你玩飞机局了，好吧？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我人很好，很体贴？老铁，哎，我你倒小了，心！我没了。我操，你就没了。这个装傻！牛逼，牛逼！两个飞机啊，你别牛逼！王金城，我觉得我们这把无敌呀！我就觉得这把看得很舒服，你呢？还可以，还可以接受。长伴无声，我要不要带个净化呀？行吧，但听话，咱们打奥老夫没办法的，打奥老夫一面用风墙挡住他的 Q，然后防守一套。我希望对面知道是王继超的亚索，我也希望队友知道是王继超的亚索。可以，你们可以完全相信王继超。哥觉得每天都要快乐一把，是不是？快乐的离开。王继超今天是笑着离开的。我刚刚看那天那个韩服集锦，我操，那天亚索，我就忍不住。未来的我。全军出击！未来我，未来我，好的 ke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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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脱离加透，然后。然后连续找个 BG， 连续找个 BGM 吧，就弄个专属的 BGM。可以，等一下，就比如假面骑士的主题曲，就挑一个吧。从现在开始，每把超神的时候，就即将秀起来的时候，放个 BGM。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是不是翻你红了？唤起你的怒火。小鹿身手，妹的兄弟，我有点难受。那就接了。他好像死了，快点！我操，可惜。可以，很秀。他没啥钱，在那里去装逼去了。哎，我就很气，我那没杀死他，我就很气。我玩亚索不知道为啥，真的。他被动好了，主要是他那个魔法盾他好了，我操！我应该 Q 闪了，刚刚我应该直接一个 Q 闪，我不应该闪现 E 的，我应该闪现 Q。我觉得 E 一下他就死了，然后他这个魔法盾好了，我没有反应过来。你我操！哎，又死掉了！哎，我以为他会闪现上，我以为他会闪现上来，你知道吧？懂我意思吧？然后我 E 下去，形成一波天秀。如果刚刚我E下去，这个奥拉夫闪上来，那就天秀了。说句实话，他是有闪的，对吧？他有闪，有闪我是怎么都得死的。但是刚刚唯一能赌的就是这个。只要你敢操作，你就是最秀的。
打不了他。小龙接的，我先锋接的。 别追了，追不死人，小伙子。不打人，开拳！这个人头。 哎，我看你那边去了。哎，我没，我这把就让通缉了。我，哎呀，我疯抢犯法，你知道。<笑><笑>啊，我这把技能长空，我操！哎，我这每次死，我都死的很搞笑的感觉。 我只要不死，我觉得我这把真的能很行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是死的有点搞笑，我如果不死，我是真的，我觉得我这把可以行。猴子气啊，猴子气啊！他都要替过来是不？他们家俩有大要大了是不？ 对，必须送人的。拿小龙。等一下，控制就自己。这个兴趣干嘛没等级？哎，你卖一下。不打我。 哎，我不常见过墙。哎呦，怎么死的是我俩？还行，没事。等一下。我每次玩亚索，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。没关系，我们 AD 八干你，这把坦，我们两个坦的。就手有点抖，你知道，手会有点抖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我们不能把剑姬给打给他打，你不会死吧？不会，他没大了，还有大，你可以把他炸出来，对，没关系。那退一下，还行，我死5次了，我操，我不能死，我死的很惨，一点都没有。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一直死，我不能死，我只要稳住发育，像泽拉斯一样，我觉得等你大招，然后打团，我们配合，是不是？他们一定没闪，操！痛！ 猴子还没到，哎，我怎么直接死的呀？真吓人！对，稳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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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，我这很容易狗带。我也狗带了。我二上去我就是当炮灰一样的感觉那种，不是别人把我扛死，是我把别人扛死。
我死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觉得这波打赢了。我不入是地狱，谁的地狱？哎呀！哎呀！我入地狱了，我陪你。可以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是不是一起入地狱？我不冲进去。哇操！哇操！勇敢牺牲。我没这么快，杀拉夫吗？啊，拉夫。Q 三哥。啊，西哥，我出三等。哦，又把我把狼杀了。他们住，他们住。他们家把狼发了包。冲你个头！我去。哼。哎。打得好。我这个大招接的也更快啊。对，把他那个对我破甲对，好，我砍了已经很痛。哎，这剑叫抢龙吗？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有点吓人了，确实有点吓人。哎，对面点，哎，点了，我的无敌的还没出，就这。可以，六点二，赶紧关了。可以，五点七，我比你低。你这样比我低，我接受不了。我操，你竟然比我差一级，我接受不了。不过我加了二十一。那我加二十一应该有。加二十一。啊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可以，今天打到这吧，青年，我要下了。嗯。也累了，好 ，OK， 拜拜，明天打。嗯，拜拜。OK 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今天的直播时间就到这了，已经播了九个小时了，已经这个怕后面神志不清啊，到连跪啊，就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到了谜底而逼，然后还是大家每点关注的兄弟们，每点关注，然后身上还有免费的荧光棒的兄弟们。可以送出来啊，然后今天我就溜了。